I love that hymn, Hope of Israel. 我很喜爱以色列民全力起这首圣诗，因为我亲爱的年轻朋友们，你们是以色列的希望，是神应许日的儿女。我一直很喜爱音乐，好的音乐具有惊人的力量，它对我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能这样影响你们的生活。在悲伤的日子里，它提振了我的精神，在其他的时候，它帮助我感到快乐。我用音乐来赞美我们的天父和崇拜我们的救主。我也发现，聆听振奋人心的音乐是感受圣灵和聆听主声音的一个最好办法。今天我们听到了一些美妙的音乐，我希望这些音乐增强了你们对耶稣基督的爱，增加了你们参与他伟大事工的渴望。我也希望他帮助你们感觉到自己与成千上万像自己一样的人连接在一起。你们当中有许多人已经在做好事，来帮助聚集以色列，要继续努力。如果你们还没有成为这项伟业的一份子，请从今天开始。在这个音乐节里，你们可能已经受到提示，觉得要去关心某个孤单的人，或是去帮助某个朋友回来。也许那个人就是你自己，要根据那些灵感采取行动。这就是你们这些以色列民将要全力起的方式。我爱你们，并为你们祈祷。我见证主知道你们的名字，也看到你们可以成为怎样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Right, hammer.
红色。